哦，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疫情严重，然后，看到就是医护人员这么的辛苦，那我们身为餐饮业，然后想说可以尽一份心力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就是饱餐这样子。我们身为板桥人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力挺板桥人。那现在那个就是亚东医院是我们板桥就是很大间的医院，那我们。就是医护人员那么辛苦，当然是要去聆听他们。我们收到的物资，从隔离的裁剪站，到防疫的物资，N95 口罩、隔离衣、面罩等等的很多，还有一些生活物资，譬如这个吃的、喝的，那甚至还有防疫旅馆，就是旅馆愿意。免费提供住宿给我们照顾的医护人员，因为他们很多人害怕回家会传染给家人，所以还有旅馆免费提供住宿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那我们也有病人，他以前在我们医院开刀，那出院了以后看到医院最近这个状况，所以就捐了100箱的矿泉水来回馈医护人员。那之前的确是有传出一些人不太敢到医院来，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，很多的像有饮料店啊，立刻他就会送100杯的饮料来跟大家道歉呐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大家用行动支持亚东医院，我们非常感动。